这瑞王府的小姐，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！这三小姐更是倾国倾城，还如此的乖巧温顺。 这次皇帝赐婚以画像选人，怎么就单单给锦丫头画？她母亲不过是个洗脚奴，若不是当年趁着父亲酒醉，又怎么会让咱们多出这么个无所事事、混进市井的姐妹？她在瑞王府的吃喝用度，连我上等丫头都不如，怎么能与我等攀亲带故？她们娘俩住在那偏房，我都嫌脏了我们王府的地界。姐姐，你别急。 是我房里的丫头，接着画诗进的窝，请画师务必将我三姐姐画得如花似玉。你这画儿是不是胖了点儿？啊，这富态点好，富态点好。行，送你工去吧。 你们也下去吧。是是。你这孩子怎么还笑啊？下去吧。圣旨到。哟，这画像刚刚从出府，这圣旨就到了，是不是快了点儿？怎么还笑啊你？ 不许笑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“兹闻瑞王府小姐娴熟大方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朕宫闻之甚悦。今永宁伯年已弱冠，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。” 以排行序，只审二小姐待字闺中，与永宁伯堪称天设地造。未成家人之美，特将如许配永宁伯为妃。一切比照公主礼仪，交由礼部与钦天监监正共同操办。良辰已择，明日启程，抵达即刻完婚，钦此。 楚香凝，永宁伯，恶魔将军，爹爹一向最疼子儿。 绝不能推我进那恶魔的火坑，岂不是让我白白断送了性命？是啊，王爷，您平时最疼爱子儿，我想，您也不忍心让他被那暴君蹂躏吧？王爷，你个妇人，你懂什么？此事若是拒绝，咱便是抗旨，便是掉头之罪。 父王为何要休母亲啊？母亲也是心怀慈悲，心疼远嫁的女儿家。静儿是母亲多养的。父王，我听府中的奶娘说，当年二姐姐是与三姐姐前后出生的，三姐出生时因先天不足，至今可都未上族谱呢。这生孩子的档口乱糟糟的。 谁先落地也说不清吧。是啊，王爷。
长姐出嫁以后，瑞王府再无嫡女，对于皇上来说，只要是瑞王府再嫁个女儿便是了。按照排序，我本就不是老二啊。爹爹一向说我单纯，就是因为我年纪小。这么想来，沈姐说不定才是二小姐。你成天装作大家闺秀，你好事儿没学，你血口喷人的本事见长啊。景儿，王爷当日生产，景儿确实是晚于二小姐的。王爷，我分明记得就是景儿先出生的，况且今日送宫内的画像，那也是景儿啊。事已至此，这次联姻对王府至关重要，不管是哪个女儿出嫁，王爷都会替王府上下感激她，风风光光送她出嫁。哎，好，王妃说的对啊，我们就按照王妃说的办，那就嫁景儿吧。王爷，多谢王爷，谢爹爹。不嫁，你不嫁谁嫁？景儿，景儿你回来，小姐，景儿你回来。沈锦因幼时体弱，未上族谱，王爷一直记在心里。如今赶在出嫁之际大开祠堂，王爷顺便想将沈锦的名字与生辰登记造册。陈侧妃，你为何如此不配合呢？锦儿的生辰八字虽未登记造册，但府上自有记录。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今儿这手印你按也得按，不按也得按，我劝你最好识趣点。我绝不会推我女儿入火坑。嘴还挺硬，上，快给我按，快按，给我按开我，今儿不能把手拿来，住手。你滚！滚！走开！放开！走开！放开！给我滚！滚！再吵不行！我叫你滚！锦锦，你们谁再敢动我娘，我就杀了你们！这是干什么？是要拆了我瑞王府吗？王爷，王爷救命啊！这锦丫头，她要杀了我们！姐姐被她打伤了。他这分明就是在杀人。是啊，王爷，杀人者必须处死。是他们抓了我娘，你看不见吗？你给我闭嘴吧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都别吵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对，这些人全部抓起来。王爷，是锦丫头打人，我们是无辜的呀。此事若是拒绝，那便是抗旨，便是掉头之罪。我本就不是老二，沈锦说不定才是二小姐。你是亲口答应的让锦丫头出嫁，你怎么出尔反尔呢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够了。永宁伯的钦点小娘子，母亲你就是当朝的诰命夫人。瑞王爷，我有个要求，全府上下没有人再会欺负我娘。
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去那塞外边关，说不定更是有一番美景在等着锦儿。锦儿只愿母亲以后不再受人欺负，安享余年。娘亲，不要担心。 小姐，我可听说啊，那个恶魔将军三任夫人都命不长矣。那又怎样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也命不久矣了。呸！你长命百岁。我是说呀，那个恶魔将军肯定是个丑八怪，把那些夫人都吓死。那不，我也搬抽掉，吓死他。那可不行，你要太丑了，真给他吓坏了，把咱们都杀了怎么办？ 他要敢动我，我先杀了他。你别胡来啊！别胡闹！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都说他做他的将军，我做我的夫人各不相干。如果要是我做下人，那我也认了，只求不再受气。好，那我就陪着你。 小姐，你看外头。永宁伯派我们来迎亲，留下夫人，送亲队伍就此返回，不得有误。
只有你们一小队，别敢闯我的地盘。你们将军呢？哦，是来给我们送礼来的吧？小姐，怎么死了这么多人啊？他们还会回来的吧？
对啊，他们应该是把我们给忘了，他们忘记迎亲这件事情了。你说的对，他们好像真的把我们忘了。小姐，我们不会饿死在这儿吧？这里虽然荒凉，但是土地松软，如果按照马的脚印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他们。可他们骑的是马，我们又不会骑马，我们要走啊，得走多久？不管走多久，我都要找到将军府。哎，小姐，等等我。给我吧，不行，太累了。小姐，我都快累得走不动了。这干嘛呢？我进去之后给你开门。嗯。还好入笼没进来。小姐，干嘛？给你这个。这干嘛？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去门口等你啊。行，知道了。这么大的将军府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大门到底在哪儿啊？终于看到一处亮灯的了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虽然立于隐蔽，但也不方便行动。幸好我有准备。
你是谁？你不会就是楚修明的书童吧？看你这文质彬彬的扮相，就是了。那我也不跟你隐瞒，我是你们的将军夫人。将军夫人？哎，不必多礼。你先把我放了吧。放心吧，我呢是不会告发将军你轻薄于我的，但是你必须要帮我做件事儿。今日我落了难，有一事相问，你若是帮了我，我定会还你人情。那个恶魔楚修明在哪儿？快说啊！说呀、啊！恶魔！嗨，看你这少不经事、孤陋寡闻的样子，你一定是没见过楚修明杀人不眨眼的场面吧？也罢，你平时呢就在这书房里打扫，也算是人生之幸了。只要你告诉我楚修明在哪儿，我就把这个送给你。既是恶魔，为何要寻他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他夫人，他说要来接我，半路就给我丢下了。既然半路丢下了，回来是再嫁一次吗？我大老远走到这里来，才不是要嫁给他，我是要找他理论理论啊。娶不娶是他的事儿，嫁不嫁是我的事儿，但是他不能不明不白就给我丢下了呀。再说我也是情势所逼，迫不得已才嫁来这儿的嘛。那丢下我也可以啊，但是我又回不去，我回去要怎么交差啊？我你就是个木头，跟你说了也不明白。既然你不知道楚修明在哪儿，大门在哪儿你总知道吧？你告诉我大门在哪儿，门口还有我的人等着我呢。知道你是陪嫁丫头，夫人呢？夫人进去了。胡说！我刚从府内而出，怎么不见夫人踪影？我方才出门就见你跟那细作交谈。冤枉！小姐，你快来救我！放开二柔！放开二柔！放开他！放开二柔！小姐，快救我！放开我！这恶魔将军不光凶神恶煞，还丑陋无比，出落成这副。当真是千古难寻的丑八怪，还敢欺负肉肉！你放开他！你看清楚了，我正是你的夫人。这是干嘛？
难不成真恶魔良心发现，还是本小姐天生就是恶魔克星，一见我恶魔立刻臣服？看来天注定我要演一出啊。嗯，既然你也知晓我夫人的身份，那想必你也知晓你今日所犯之错吧。先暂且不提夫纲妻纲啊，单单说你把夫人我扔在荒郊野外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将军。你还将军？你当着夫人我的面你都跪下了，你还要什么面子呀？我跟你说啊，错就是错了，认错就行了。再说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嘛，毕竟你楚修明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你就是名声差了点。夫人，将军。还将军？我就叫你楚修明。楚修明怎么了啊？取名字不就是给人叫的吗？你在意那些名号干什么？那些名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拼命自己而已啊。小姐。干嘛？将军。你也将军？后面。什么后面？这楚修明不就在这儿呢吗？什么后面啊？将军，转过去。将军，夫人回来了。谁是将军？在下楚修明。什么？将军要来看我？是的。这些都帮我带上，可千万别丢了瑞王府的颜面。好，带上这个。能迷倒所有的人。小姐，将军来了。将军，将军。夫人今日有点不同。将军若是喜欢，我每日都可以这样。你今日态度与昨日大不相同，此番接近有何目的？正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既是将军夫人，哪有不亲近于你的道理啊？夫人把我比喻成鸡狗，那请问夫人是何物？我乃堂堂瑞王府千金，皇上御赐的楚修明大将军夫人。既然认定是我楚修明的夫人，那为何宋卿队伍中会有细作？细作？我不知道啊。那说到这里，我倒是想问，为何将军的迎亲队伍把我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？难道将军怀疑我也是细作？夫人多虑了。这是为夫人准备的家乡菜，外头危险，在此休养几日吧。不是，我既奉命来成婚，却未成亲拜堂，这恐怕难以交付圣命。再说，我是真的为了娘亲才不得已来到这里的，请将军一定要相信啊，将军。还亏我梳妆打扮一番，真气死我了！把我丢下就算了，不理我就算了，还怀疑我是细作。小姐。我听说他们军中的人若怀疑别人是细作，就会杀了他们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在菜里下毒啊？哎呀，再这么下去我们真的会死。老计划。没事。
小姐，夫人。观察夫人这么多日，属实古怪，看不出是不是奸细啊。英祖近日未有动静，你去一趟边塞，打探情况。领兵。小心。这是啥呀？毒药。毒药？你怎么会有毒药啊？还是那个大头张抵债给我的吗？说什么假死药，什么真死假死，有那么神吗？喂，你要干嘛？你可千万别吃啊，小姐。那假死真死的，万一是真死呢？哎，死了算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什么都敢吃啊？哎，你别嚼啊！哎，天还嚼呢！小姐，小姐，吞了。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找大夫。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来人啊，救命啊，快来人。严加看守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将军，我们小姐服毒了。速去找大夫。是。累死我了，热死我了。快点来点风吧，这啥时候怎么回事啊？好热。风哎，我风怎么麻了我？风怎么回事啊？我死了。我又不会跑，真是。跟我离开，否则的话。张主任，你们来了吧？哎呦，我就不够吃个药而已嘛，你大夫来就好了嘛，叫你们押我过去啊？把刀放上，很危险的刀，快点放上，放上，放上。这么暴力干什么？哎呦，走，干什么？碰我，你就不让你过来了。走，快往这边走。不要碰我，很危险。这么大，我怎么走啊？快说你带路啊你！带路。他究竟是和英祖有勾结，还是朝廷卧底？难道是双面习作？小姐怎么走了呢？她刚刚不是还吃了毒药吗？你回屋待着，我去看看。是。新夫人回去作为要挟，血耻上一次我们的大败，今天总算是顺利完成任务。回去以后先将这新夫人打一通，刮花她的脸，使劲抽她，为咱们兄弟们报仇。哎，这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想那楚修明定会舍弃一切前来救助夫人，到时候，哎，
进入了我们的圈套，再用他的命换出武修明的命。别吵吵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娘娘，别装死啊。这死了，首领是要活捉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前来随我回府。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并非影族细族，出于本将军的误判，害你丢了性，错乃在我。不管如何，好歹你也是我的夫人，如今没了性命，念在你一片孝心，都是为了母亲才来到这里，我会替你照顾好你的母亲。我带你回府。混入府中，带走夫人。夫人已去。小姐，你别丢下我呀！小姐，姐姐，楚天明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这下死药，药效又慢，药性又长。你说我实在是……你说你吃什么假死药呀？这万一真死了怎么办呀？死不了的，死不了。我真的死了。夫人，我想要你身上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正是。
谢夫人。哎，要这干嘛？给我便是。凭什么你要我就给啊？夫人冒犯了。夫人，你放开我！我想救一下，救命！夫人，王姐，放开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照顾好夫人。嗯。你，哎，肉姑娘，误会，小姐，肉姑娘，哎，误会啊，别打啊！夫人，我想要你身上一个东西。哎，要这干嘛？将军，这是夫人的行囊。豹子头，你可知我是恶魔将军？战场上，您确实如此。将军，难道这玉坠有什么问题？那夫人该如何处置？夫人醒后会继续闹的。也许她身上真的有我想要的东西。属下会密切监视夫人的一举一动，在合适的时机，便从她嘴里得到些东西。小姐，你醒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就晕了呀？那大魔王是不是拿走我玉坠了？我找他要去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怎么锁上啊？那个大胡子锁的，他怕咱们逃走。我都求了他半天了，都没有用。这大魔王也太小人了吧？小人？太小看人了。继续说。鹰族军队没有任何异常，不过我推测他们在准备一次突袭。做好防备。是，将军。夫人的身份。夫人行为确实古怪，她的细作身份还有待查验。需要怎么做？细细观察。将军，这把锁锻造精良，是天锁派传人的物件。这回啊，就算夫人插翅也难逃了。嗯。哼，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难倒我？想当年神子沈静把我关在铁箱里，我都能跑出来。儿时的玩具，太小瞧人了。瑞瑞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要跟将军拿玉坠？这玉坠，我想要他就能给啊。这打也打不过，抢也抢不来的。想要玉坠啊，还是只能智取。我先报了这一锁之仇再说。一定要做好万全的防范，不能让鹰族有机可乘。是。破锁锁住我！我告诉你，
老娘正大光明的从屋里走出来，你想困住我没门儿！以彼之错还之彼身，你这就收服，好好吃喝玩耍一番，等我气消了我再回来找你算账。且看他要去哪。闲着呢，你看我沈锦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全靠马兄带我到繁华之处，带我吃好喝好，我定不会亏待于你的。哎，马兄，你慢点，等等我呀，马兄。马兄，你别走啊！马兄，你给我下来啊！马兄，我想吃这个。马兄，我真是骑马难下，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上来。马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？马兄。兄，你真能带我出城啊！你好样的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敢骑将军战马？我是你们将军夫人。区区盗马贼，还敢冒充将军夫人，罪加一等！赶紧给我拿下！不，别等等，慢点，慢点！你会误会啊！少废话，押下去！住手！是你们错在先，要不是你们用这破玩意锁我，我能锁你吗？不知夫人是用何等神器将此天锁打开？这有何难，这夫人开锁手法如此熟练，敢问夫人嫁入府上之前，可有相似经历？往事已久，不必再提。我只问你，皇上赐婚，令我抵达即刻成婚，你却一直故意拖延时间，此乃藐视朝廷圣旨。我大可派人禀告皇上，将你定罪。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此次安排不妥当，是本将军的错。请夫人先消消气。要我消气啊？很简单，只要满足我三个条件即可。第一，我可以随时出入将军府，不得有任何限制。第二，我必须现在骑着你的马出城。你放心啊，我不会跑。再说了，你的马骑得够慢的，我想跑也跑不了啊。第三，
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到了再说。随意出入将军府，我可以同意，但骑马出城，这是为何？今日我在城门处丢尽颜面，我必须找回。哦，本将军亮夫人也不敢跑，跑了就杀肉肉。我都说了我不会跑，找回颜面就好。对的对的，将军，我们小姐答应你了，她肯定不会跑的。好，那我即刻下令让守城侍卫放你出门。谢谢将军。我忘告诉你了，我不会骑马，将军一定会骑马吧。骑马啊。不是说好我骑马出城吗？夫人不也说不会骑马吗？不是，谁说我不骑马？我要骑。那就上马。这男女授受不亲吧？你是我夫人，何来的授受不亲？毕竟我也是将军，看到本将军作为马童牵马，我的颜面何在啊？夫人不用多想，本将军只是负责夫人的安危，并无非分之想。走吧。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你们将军夫人。艳阳高照，一片好风光，人生在世须尽欢。链子是找过来了，就这马不太满意。将军，你得换匹马，这马骑得够慢的。说了你还不信。夫人，坐稳。战锦轮回，这一路风景啊都很美，但是我不喜欢。你是在担心我？我干嘛担心你啊？我是你夫君，你不担心我还担心谁啊？哎，你只是把我当成名义上的夫人，当成笼中鸟。将军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夫人？
从今以后你可以随意进出将军府的任何地方，若是要出去告诉我，我派人与你同行。那将军的房间和书房都可以去吗？好，我答应了。太好了，快带我再骑一圈。走，撤。推开了心门，人都转可惜愿做你不二臣。嗯，这么好喝，这什么呀？我怎么从来没喝过呀？这是专门为夫人熬制的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汤，寓意是早生贵子。没有的事儿。将军既然让夫人搬进这个屋子，就证明将军心里已经认定了夫人，恐怕行夫妻之礼就在今晚了。我们没有，今晚不就有了吗？您可是住在这房中的第一位夫人，您慢用。第一位夫人，将军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来了吗？你看。你可能误会，我同意你搬进来，并非要与你同床共枕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我虽有夫妻之名，但绝无夫妻之实。哦，那正合我意啊！这些装扮乃他人所为，与我无关。哦，那便好。那既然将军说了，你我之间只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实，还请将军另寻住处。不可。为何不可啊？难道你对我有非分之想？那我是不是答应呢？一，搬入此房，乃是夫人昨夜强行邀功所求。我邀功？我的床太软了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要住你这间，不管你答不答应。啊。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儿，那也不代表将军可以跟我同住此屋啊。我还没说完。二，你我虽无夫妻之实，但有夫妻之名。我若搬出来，别人会怎么看待本将军？这要是传回京师，你我二人恐有杀头之罪。你这么说好像是挺有道理的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总不见得你我日日要对坐到天明吧？嗯，很简单，从此以后你我二人同住此屋，我睡床你睡榻，各不相干。为什么不是我睡床你睡榻，互不相干啊？夫人，这床本将军已经睡了多年，岂能让他人睡？好了，我去换衣衫。这些杂物马上给我收拾好，要不然丢出去。这怎么了？找衣服不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这些都是我的生活必需品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你不愿收拾也不愿丢是吧？
好，我帮你。啊！还给我！冒犯了。嗯。下次别再犯了。夫人，最好还是把这些收拾好，大家出入也方便。哎，你说到方便，我正好要跟你论一论。既然是你自己说你要睡床，那除了床以外的其余地方都归我所有，楚河汉界不可逾。那我……哎，那个大门你放心，那个共用，我们共用。行行行，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大将军可要说话算话哦。什么男儿大丈夫，让我一个小女子睡榻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恶魔将军。青丘还说我是入住此间的第一位夫人，难道他对前三任夫人更要恶劣？小姐早。早。夫人早。早。夫人早。嗯，早。夫人早。这个早生贵子汤。青丘姨啊，一会儿派人把这些都撤了吧。这夫人您不喜欢这个样式啊？你先撤了再说吧。哎，对了，青丘姨啊，我听说将军的三位夫人都死于非命，这是为何呀？哎呀，这都是瞎说，那都是传闻，传闻。将军跟那些夫人连面都不曾见过，是吗？哎，将军一早就在书房了，夫人，我赶紧帮你洗漱，然后喝了这个早生贵子汤，然后我们就去给将军奉茶，好吗？好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夫人来信了。夫人说什么呀？我娘说她一切都好，还教我为人妻之后不要只顾玩耍，要多学女工，还给我寄了一张绣花图样。好想娘亲做的那些点心啊。那小姐等等，我去厨房给小姐做一些。好。啊，楚修明，你约见了。拿我东西干嘛？楚修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给我啊。夫人，本将军命令即刻一同出城。哟，大将军也有求人的时候啊。并非请求，是命令。我干嘛要听你的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必须同我一同前往。啊，非我不可啊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我要睡你的床。我说的是要睡你的床，不是要睡你。你睡榻，我睡床，我们俩互相干。成交，我去备马。跳。
这么神神秘秘，还以为带我来什么好地方呢。来这种地方，当真是不吉利。跟我下去。花鸳鸯锁，你知晓？想当年，我父王不喜欢我，我姐姐们呢，又常常把我锁在屋子里。为了自由，什么锁没开过？不过相传啊，这个锁是一个大盗所制。他呢，爱上了富贵人家的小姐，为了倾慕小姐，他就夜里潜入皇宫，盗取了夜明珠，用这锁锁在匣子里，想要送给小姐。没想到，等他回到小姐身边的时候，小姐已经病死了。他就提刀自刎，殉了情，殉情哎！你想想，唉，很多人之后还想拿回夜明珠。但是却再也没有人打得开这落花鸳鸯锁了。爱而不得，痛而不忘。你就不怕这故事是我杜撰的呀？夫人请开锁。啊？开锁。啊。夫人有何难处？夫人怎么了？请夫人明说。你转过去。夫人，你弄我的头！哎，
别误会啊，开锁必备。帮忙，当真我的发丝有如此妙用？是头发就行。那夫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发？多疼啊，我又不是傻子，傻子才薅自己头发。你让开。胆小如鼠，吓成这副模样。这什么地方啊？又冷又黑。啊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这么黑，小心占我便宜。黑蝙蝠，不知道除了蝙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脏东西呢？哎，你最好弄干净了再叫我过去啊。
不行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一定会出去的，我可以出去。堂堂大将军，那么大的将军府，你钱都是从这儿来的呀？休得胡说！小气！你现在胆子倒是大了不少，敢唤本将军大魔王了。哎，不过这到底什么呀？你非要带他出来啊？夫人莫问，此物事关重大，不要泄露出去。切，不泄露就不泄露嘛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怎么美食都流血了？我看看。无妨。该回去了。
行，我还是回去看看你的伤吧。我来帮你上药。这些都不疼吗？都是旧伤，怎还会痛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夫人怕吗？夫人要是怕，就让豹子头来处理吧。我怕。我既心疼你之前受过的苦，又心怕你以后还会不会再添新伤？倒是无人与我说过此种话。我也不曾对人这样。夫人此番流露真情，只是因为我在古墓中替你挡了一剑吗？多亏了那一剑，原本你大可只顾自身安危，却为了我而负伤。虽然进将军府时日不久，但是我所接触到的楚修明和我道听途说的恶魔将军绝不相同。有何不同？你固执死板是因为你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，你杀人如麻恶名昭著是因为你要震慑外敌保一方平安。那是我将军之责，
我在将军府任意胡闹，你却出乎意料地容忍我，从来不曾责怪我。那是因为当初一直以为你是细作，表面上对你毫无管束，其实一直对你暗中观察。那现在呢？本将军向你道歉，细作一事乃误会一场。楚修明，你才是真正的细作。夫人此话怎讲？我夫妻而嫁，不曾想遇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恶魔，我被当成细作，不曾想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将军。我本已绝望，不曾想爱上了恶魔将军。楚修明，我在说我爱上了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风用你的口吻将这远方雨纷纷，我在梦里停顿，数着记忆的年轮，为的那句炙热的青春。我可是你口中的恶魔将军，臭名昭著，恶名远扬，杀人如麻。交给旧一寸，把故事封存。是红尘留下的余温，花开花落聚散成阴痕，任由岁月天真为伊人。爱是荒芜遇见的初春，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。